我你若看到我就讲，你感觉我啊，无你根本是讲欠我大条，我介意啊。袂啦。无你欠四条都无，绝对袂。袂啦，我会啦，我应该差五十块还是？我不给标的，我只会，我只会，我只知道说抓气氛，说接下来大概会涨还是跌这样而已啊。但是我不知道个股，我不会标的。那这么一卖哦？个股我很难，我不会。但是大盘我大概大盘比较好抓。这卖拢卖你赢了，无你别人无你卖啊。好的，好，小心。看一下。要动一个水啊！他们现在在那等你哈。哎，他们有毛有迄落毛种毛血迹啊，血迹较少啊。有啊，准备摆不甲你，现在甲你，你当时你破个千块，来千五块。对啊，现在是抢钱的时间啊，这个时间，但是时间不会太久。血血迹。我觉得时间不会太久，抢钱的时间不会太久，就是这阵子是最快的，然后再过一阵子以后，它就会开始。啊，好无聊时间啊，都不涨不跌这样子。几钱钱啊？无啦，无。大亨说他买了5000万的债券。哦，大亨说他买了5000万的债券。5000万，你买那个5000万债券，这边花个5万，你那边啰里吧嗦。债券买5000万，这个买5万块，叫你来买5万块，不要。我翕相看，这飞机嘛，小万早，玉峰早。这飞机够水耶，够大米哦。还是我喜欢那边。200，200。对啊，那个最近的股票一个礼拜就差10几%了，有些买到的话，直接就喷一倍了。看一下，一千块十二块啊！还不来，不要，好，很多有一些人不买股票的，我不讲了。你的不拉伊哦，不拉伊啊，购物。哎，人家购物，然后还是不要你的了。没有啊。嗯。都有的哟。你找老古，咱老古要等着你钱，搞，从这钱无。总之钱，这张也较好呢。哎呀，就总之钱这样，这个拜六就今日拜六就买起买起，人人买。我跟你讲，用钱赚钱很快，用钱赚钱很快。像这个礼拜，我光那个11月这样子，钱多出来的，钱多出来的，人家就要赚一年了。他多出来的钱，人家要赚一年。你根本没有做什么事，就多，就比，就无缘无故多了，多了钱，人家要赚一年。五百啦。无啦，我讲老鱼哦，老鱼干那几毛啦尔哦，几毛够出钱啊啦。好啦，几毛就出钱差不多。几毛多少钱？你多少钱哦？多少钱？四只，3200。多少钱？200，3200。那个腰痛一张哈，年纪三百零八，好多女生一共腰痛一张啊。我好六条一百。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，你就买最基本的10050就好了，或是买台积电就好了，这样是最稳的。200。如果不知道买什么。不要把现金放回来，我就是回去就想说，哇，现金放在那边，干脆去买，另外一边就买 ETF 啊。不了了，8年。你就相信台积电，你就相信台积电。200，200，200，200，几包了没？几包呀？如果什么都看不懂，你就相信台积电就对了。六十八呀，六十八。六十八，这个地方。
十八。哎，牛肉，你这下有带壳的哦，还是干哪只有？我过开我只，哎，我一台虾来啊，我一台虾不起来哦。啊，是这样。可以，交给。这还有那个鸡呢，这个。这拢是哦，这拢我哩喂嘛了，拢我哩全部拢会，对吧？哎，七八了，七八了。哎，加一场，等一下就直播了。突然掉下来一百万，你也无感？怎么会无感？你无啊？你如果那一百万你不知道干嘛，你可以捐出去帮助别人啊。是假的，很多人需要钱啊！如果你真的一百万不需要，你可以捐出去啊！很多人会谢谢你啊！五百，啊，三百，我七八，三百多，行吗？谢谢。那个会计，他今天不是会计吧？哎、欸，会计啊，会计。今天是物业主，不是会计哦。我会计啊，会计嘛，我现在我。哦，安尼一件偌济？两件。一件。会计啊、哦。嗯。五千两。五千。五十片。五十片。五十片，五十片，五千块，这些我不得，我得得嘛哈。哎，我得得呀。五十片，五千块，要吗？哎，这新路够不够？要不？多少呀？钱在银行只是数字，不一样哦。你有没有欠过钱？欠很久。我以前被钱逼到哦，不一样哦。你哥跟你讲无？讲，我讲你外口银行外口是全是公债啊。哪块？真正公债，你问银行哪讲？嗯，公债啊。你来，我讲公债，伊讲未晓转来，未晓转来，转来，转来要讲付现金才才未使。啊，我无财产做转来去。讲未晓转来，我们看来是啥型的啦？你讲无关的，你免我唔知。你有没有过这时间来调节看卖？迄阵是真够成的啦，我袂骗啦。迄阵讲迄阵分了一个好家人吃啊。哦，伊买袂比较歹哦。啊，你买呀？伊买物件袂歹。物件我买，拢啊，你会使放心嘛啦，拢拜放心啊。对啊。有啥拢强调啦？强调大只拢食。啊来拢讲，啊迄个有几箱无？三百零八箱。伊那边来讲，迄个有几箱无？较大只好食。伊那边来拢问我，迄个有几箱的无？安尼呢？侪啦，你白箱伊红箱是。主要煮尾巴，哎，较大碗啦。你还是煮尾巴。我聊啊，白金光自己个聊。太香了。白金聊一下。你要会计，你要一件哦。拜托。你在台北看有没有人过来 ？OK。如果你有，如果有看到有人要，这比较好，你不是？有人要过来的话，我帮你留一箱哦，帮你留一箱。哎呀，你再起来啦，你今个大起来啦，只不过十块，你今个都你家起来。不过我就看你今天多吃啦，我，哎，阿姐过来啊！阿姐你赶快啦，你两个平常就爱吃鱼两啦，鱼是鱼啊，你等我这两，这两不能炒死你啊，怎么样？血清而涨。那这我够行的啊！我够行的，你讲迄无关的，真不行啦！我一开始也无熟悉，我是讲，啊，你唔当再去尔。对啊，连那白头山嘛差不多。对啊，哎呀，真正看到林长，我就那现在走出来啊。门过来，你把钱拎啦，好讲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玩股票就是你吃。如果你去吃面，你会计较那五块钱，啊，给五块，给五块，去最近那起五块，但是你股票赔五十万，你都没感觉。啊，你不要买两张 KK 哦。给你呀。不啦，两块拢 KK。当肥仔，不然你又搞不啦？这种
这无啦，是白种的有啦，都白种的较有啦。哦。那这种拢外市个，咱这种哪有票？这种就用这只，不然用这只就贵啦。这种你若要真正看，你要两个币。哦，房贷2.3，套利6%美债，可以啊。如果你的没有升息，美国升成这样，没有人跟得上。如果再交，再有啦。我叫你进来，你进来，我希望我。但是很多人连房子都没有。好，你联络一下哦，可以的话赶快来，留一箱给你哦，拿一箱给你。给你。要吗，老板？哎，别搞呀！哎，弄我你个爸的，你往里呀？我得二楼开。半箱的呀？对啊，大亨说的没有错。但是这个要走出第一步，走出第一步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原来别人弄钱是这样子弄的。那我还每天在那边工作，好辛苦啊！我跟你讲，说真的，我不是我没有做业配啦，我只是说，真的有差啦，真的有差，你会觉得啊。原来人家那么轻松过生活是这样子的。接下你也下。你我也我。无你也下 ，OK。这一条给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有乌鱼子吗？有，今天有乌鱼子。那个有没有看到？在分赃了啊。在分赃了，有没有看到乌鱼子？一个5000块来无？你今麦你也大伯叫人看有都来客无？伊总有人来客就客啊。我叫伊坐上去啊！是，伊想要叫伊去啊！哦，啊，伊在路边有看嘛朋友，我都过来坐啦。你两百，够奖了。够不啦？够奖。哦。年轻人早。小天早。我记住啊。这样3000来，第二3000来，再进来，再进来，对的。我给你也听听哈。每个人赚钱不一样，赚钱方式不一样，只是像我几年前那个房那个，哎，老高几千一间，对，就就那个房价那个方案啊，平均地权那个，平均地权还没发，还啊？那个不会，不会啊。嗯，我们姐对，开圈你要吗？好吧，请我让他啦，我阿里摆阿姐啦。你看，啊，我带你看剩偌济啊。你搞这台历啥？台的台，哎，飞机啊。啊，结婚季节不是飞机啊？嗯，结婚季节，外节赶快啦，赶快来。赶快是外季啦。系啦，啊，结婚季啊，内底有花啊，佮无花啊，你阿咩啊？哦，系啦，啊，有个人爱食这個，有人爱食迄，不一定。伊就算两内底吼，伊就是出来吼，啊，感觉肥啊，来肥来，两内底有肥就对啦。哦，系啦。啊，食口感无差。口感赶快，咱无伊就是这种的，有佮粗一挂啦。哎呀，佮炒一挂，佮炒袂啊！你用两，喊个钱啊，用就是讲过两个月喊我，啊，摕不进上到酸啊，到你无安尼着啊，迄就食无啦。食袂出来啦，食袂出来啦，迄就较好食。我都食袂出来，佫做了好食。老板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对啊，我只是跟你们讲，这个东西是有钱人创造出来的世界，所以这是他们在玩的。他们也希望你们不要去玩，真的。当然，他们玩的条件更好。哎，别玩，等我现在，哎，别玩啊！我们的条件没有他们那么。哎呦，七八，哎呀，500块七只，七八五百，哎，七八，
这是为了炒红了呀，其实差不多，一个地方不对。不是说。哎呀，我把我吃掉。昨天我才在跟我老婆聊天呢、啊，她跟我在，她在学英文，她在学英文。然后她在想五年后的事情啊，她说五年后她可能现在做的事情没办法做，所以她要用学英文、日文、越南文、韩文，到时候必须要有可以用其他语言来教课。其他语言来教课，你会吗？不知道的。对，就是想，你就是想，三年后、五年后的事情，你可以怎样可以更轻松呢？十八年。我们只是想要更轻松，有余力，可以再去帮别人，当别人，不要自己已经很累了，都没有余力帮别人。如果你有。可以更轻松，然后多余的余力去帮别人，这样就更棒。然后你就能帮我来，然后你就能帮。喂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听我。来，找三百了，找三百了，找三百就了，我们就能帮找三百了，没问题。你要量不来，我就是跟你要量。有啊，我刚有跟他讲啊。秀局长。像我在做的事情，有些人还会觉得我很保守啊，有些人还很保守。像有些人说，那你为什么不买期权？那、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能够承受的心理因素。有人说那不危险，但是我觉得杠杆到一个程度以后，我会不舒服。那如果你买东西，你投资会让你不舒服的话，就不要，就不要。要让你舒服的方式就好。那如果你觉得 OK， 不会不舒服，那就可以。怎么样？真冷藏的冷冻，要不冰箱的。你也无，一礼拜来放冷藏，一礼拜来放冷冻。好，那讲完了，今天的想讲的话题讲完了，我再介绍，再讲一下今天的东西哦，是木鱼皮，是木鱼里脊，是木鱼丸，然后白带鱼、金木鲁、乌鱼子、沙茶羊、白鲳、虾仁、蚵仔、姜皮。阿嬷，刚才有人拿整包了。我阿姨，两包包，黄沙，大的白鲳，单懂的软丝，这个应该没有很多，这个应该没有很多。然后柳叶鱼、章鱼脚，鱿鱼翅、黄鱼，第二种蛙。套丢很大只哦，套丢很大只哦，我要学那个贵州幺妹。哦，你这个套丢很大只哎。好吃哦，大哥，你从哪里来？哦，你从山上来哦。金木鲁，那个贵州幺妹有来拍嘛？来乌日，来乌日拍，他已经剪成一片了。他的片子二十几万人看。乌鱼，我在我刚在乌，我唔知啊。红尼罗、七星鲈、石目鱼，另外一种给青鱼片。然后唐扬鸡、咸猪肉、鲑鱼下巴、贡丸。羊肉炉、黑胡椒牛柳、牛肉炉、姜母鸭，多少把呢？有桃白骨、石目鱼肚、鲷鱼片，来来来，来，一中闸，来来来，
秋刀鱼没有吧？哦，没有没有秋刀鱼。今天没有秋刀鱼。有两百。啊，讲是秋刀鱼，你的口袋有看到几只秋刀鱼？卖了，你装下我。彩云招。他没有去做脸啊，他只是比较少出去跑啊。工业兵被他背啊。